OK， 好啦，嗱，今集我哋咧讲咗关于一啲面型嘅嘢啦。咁下一集咧，我哋就讲下一 part 咯。系啦，下一 part 咧，我哋咧预告咧，我哋讲下三庭啦，上庭、中庭、下庭啦。咁啊，三庭五岳，南岳、北岳、中岳、西岳，咁再加埋面相里边嘅八卦。睇紧呢个影片嘅观众啦，或者系一啲嘅学生啦吓，你哋要知道咧呢个嘅课程或者呢一系列嘅影片咧。是師傅五十年以來的經驗，是啊，可能是全香港最詳細的一個面相學科。是啊，如果你去買本書去看呢，反而呢你會看不到我現在裡面所寫的東西、可能呢就資料沒有書那麼詳細、但是呢是比較是實用一點。嗯，好，那我們下一次再請教翁寶祥師傅、拜拜。开运王首个面相学课程，翁宝祥大师亲授，全程广东话授课，堪称全香港最全面的面相学课程。